庆特色的水煮蹄花，这样一份是40块钱。蹄花是38。水煮的不是40吗？你不要清的吗？水煮的。我那个不是水煮的，是清的，你要不要？我要水煮的。这个辣吗？这个？还好，还好是吧？灵魂就在这滋啦一声。哇塞！漂亮，水煮蹄花，水煮猪肝，超过瘾哦！满满的一勺的花椒。再来上一点小葱花，漂亮，两个水煮菜，完美。那不光有那个水煮的啪啪烂，还有这个水煮蹄花，漂亮啊！把它从底儿挑起来的，半个蹄花是40块钱，不便宜啊。重庆就不是辣，关键是麻。那是水煮干片，那是猪肝。这种麻是在嘴里不断的跳的那种感觉，上来，